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文芳，很熟了，不用拍照。我是吴奇隆。我跟文芳已经很久没见面了。是的，没想到我们在这个红星的舞台再次的见面。那因为我们之前合作过几部戏，那这次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在圣淘沙这边，那再次的合作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颁奖。It's very exciting。最佳主题曲得奖的是。炯江今年拿到的是第四座最受欢迎男艺人的奖项，恭喜您。谢谢我亲爱的芝芝。Thank you.